相声《论捧逗》，表演者张鹤伦、郎鹤炎。你们俩就别红配绿了啊，挺好看的。感谢各位啊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各位用超长的忍耐力，还有同情心，欣赏了两个精神病的表演，一对疯子，真的，两个人在台上干嘛呀？这是，是又敲桌子，又蹦又跳的，啊，一惊一乍的，多吓人呐！嗯，放心啊，我们两个很正常，对，因为我们刚吃完药，没错，所以说，谁呀？我没吃药，他打针了，我更厉害是。哎，我们会比他们安静一些。哎，那是演员就是这样的，一对儿跟一对儿都不一样。哎，各有不同。刚才那两对儿就属于这个，今天就属于抽风型的。哦，就是豪放一点。对，我们算是安静一会儿。嗯，刚才确实那两位演员功底也在那儿，很卖力气。这一段舞坠子不好表演。哎，看的是这个演员的平常那个就是功力要有多少，基本功得。那个逗哏的叫刘鹤春，是平常呢我们叫师哥。哎，比我大点啊，捧哏那个往桌子里一坐，啊，就拉弦的这个，多胖啊！对啊，好家伙，他那身子半扇就得300斤，半扇对。您这不说猪呢吗？这，哎，不许美化他，是吧？不许这样。到时候猪该不乐意了，太胖了。哦，在后台一脱衣服，那身子上那肉噔噔噔噔的，嚯，哦，一层一层的褶，这不是米其林吗？这是，差不多。哦，啊，在后台有时候手机响，我说谁手机响？啊，找不着呢。哦，他说，哎，我的，撩开第二层褶，把手机拿来。哎，我说您等会儿。都塞褶里了还能听见响呢，它震动啊，它跟着颤，感觉是这么个噔噔噔噔，肉直颤，我都吓坏了，我真是怎么抽搐了的这个啊。跟后台一换衣服，一脱衣服都能看见，我们脱衣服的时候都看那裤衩，我心他这一脱什么都看不见，全是肉。哦，我说你干嘛，你这倒澡堂啊，你这光着，最起码穿条裤衩啊。对呀，他说有，撩开肉看见裤衩了，都盖上了，你知道吗？要那么着的话，其实不穿也没事儿。别人呢都是那个撩开裤衩看见屁股，他是撩开屁股看裤衩，哇，这全包围结构啊！这您就不要解析了，啊，受不了他这胖了，啊，太脏了。在后台我说离我远点，你这么胖都挡着我手机信号了。啊，他这都屏蔽了，真的。完，但是人家这个叫什么呀？上人见喜。都爱看上来，你看那胖嘟嘟的脸啊，这叫什么呀？就是人一看就觉得，哎，可乐好玩，长得可爱，像佛爷。这点咱说，作为表演来说，占了一个优势。没错了，这位也是我呀。这位来说，你看咱们圆圆的脸蛋啊，是比较圆啊。其实今年岁数不小了，但是这个脸还挺小的，叫什么娃娃脸？哦，您说是老人小脸？对，娃娃脸，外语形容就叫卡哇伊。卡哇伊，哟西，不是你有日本血统啊？日本人有我血统。不，身体不错呀，你造出一个民族来。啊，感谢国家。哎呀，行。没事，回东京看看去。啊，不，那地震了，那我不去，他们妈多。那孩子挺可爱，知道爱国，你知道吗？是，就是说那长得就可爱。啊，卡哇伊形容嘛。啊，英语。啊，英语。Baby face。啊，他还哪国都会呢。Baby face。啊，对，你看那 face 多 baby。baby。哎呀，多 baby。合着 baby 是中文 ，face 才英语，你觉悟了，不断的领悟，不是我觉悟了，你快觉悟了，这不夸您呢吗？您哪句是好话？娃娃脸就长得跟一个娃娃一样。啊，都管叫娃娃，但是最近可能有点缺气，完正给充气呢。您等会儿吧，啊，哪天我让他们那帮妈给你带回点来。哪有这个？他们说最近瘦了，别听他瞎说。瘦了，说你看这都作腮了，不是呢？他们都说您那个捧哏的，我不是，
不一样。怎么？我跟这跟别的逗哏有区别。什么呢？上台来不能糟践捧哏的。哎，这真捧哏的不容易。是。说良心话，我前两天看一个逗哏的在台上说他说那话都不堪入耳。不，他说什么了？说是王八。说他王八，咱说良心话，就这事儿哪有往外说的呀？对不对？合着我是是吧？对，就算是也不能说出来呀。我不是。对，再说人家现在都不是了。我以前是。不是，人以前不是。哎，知道吗？我早晚得是是吗？我们盼着呗。哎，这盼着干嘛呀？我听他们说的。别听他们胡说。咱不这么说。哦。捧哏的演员不容易。对。在台上来说呀，得那个什么呀，跟着逗哏的走。哎，是。对不对？逗哏的在我这看我这儿，堂堂堂堂成本大套。嗯。他们这儿，很简单，我这妙语连珠，一句一包袱，他们这儿，嗯。我们这儿展现又唱了又跳的，他们这儿，嗯。看着为什么呀？啊，为什么展现是什么？不是说人家啊不会东西，哎，大伙以为他还不过来，就是嘴儿，啊，以为他肚子里是空的呢。嗯，其实真还不过来嘴儿。我用你这么说吗？其实啊，人家肚子里有能耐，节目需要表现出来的一副傻的感觉。哎，看着像弱智啊，就是感觉有点傻，缺心眼啊，肚子里聪明。对，就是装的，这叫什么呀？什么？有个成语来形容。怎么说的？叫大愚若智。这个，这不就是真傻吗？哎，不，等等，小愚若智啊，不，等于，怎么说呢？都不对，这叫约等于。很精确的定位了。哪儿啊？大智若愚。大智若愚，这是成语。这是什么表现？捧哏演员功力好。哎，您捧了。你像我们于谦老师，于老师，那人多了不起啊！哎，那好啊。这人家放在我旁边，嗯，我都得紧张。那是敢糟践人吗？不敢。哦，这因为糟践他，只有我师傅郭德纲。这您就别说了，人家两个是一场买卖，对，我们两个也是一场买卖。没错，各位可能对我们还不太了解，不认识。简单的做个自我的介绍。太好了，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，这老话说的好坏，您都得知道台上这两位是谁。哎，您认识一下？介绍一下，我叫张鹤伦，是他，德云社的一名小学生。没错，这位是张鹤伦的搭档。哎，我们两个人从一开始合作，到现在已经很久很久，就是朗朗乐够。您别说，这，不是你才是 baby face 呢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英文都出来了，我名不知道。你有人的名字吗？多新鲜啊！叫什么呀？我叫郎鹤炎。哦，知道是你，知道是我，您介绍一下。知道是你，我羡慕嫉妒恨呢。那怎么就名腕大呀？没有什么腕大呀，好家伙！现在您上网一搜啊，郎鹤炎，网上有视频有图片。对对。但是这两天可能扫黄屏蔽了。是。不是？但是还有机会。您等会儿。怎么没这机会了？怎么我的视频扫黄的屏蔽了？对了，我听他们说的。我什么视频露点了？露点，我把头露出来了。我哪个头露出来了？你猜。对吗？嗯。哎，我都不知道，您说清楚，我哪个？就这个呀，就这个上面那头，脑袋在脑袋上没穿衣服，哎，脑袋没穿衣服叫露点呢。对，这也算露点之一啊。哎，您别听他们瞎说，他们在网上说找您视频什么很难很困难，胡闹的。有的来剧场，好家伙，这么多观众捧谁来的呀？捧谁呀？捧谁来的呀？谁呀？捧您的，真的真的，这么多人，这你当真的听？合着是假的是吗？我认为是捧您来的。那您别说后半句。真的，咱现场做一调查。怎么调查？捧我张鹤伦的，您伸出左手。哦。哦，我记住你了。你大爷多疼你啊。什么叫我大爷？那你爷爷呢？没听说过。就这么一位，你看咱名气太小。没关系。到您了。该我了。张鹤炎。捧他了，请伸出右手中指。
还有伸双手的呢。哎，这是捧你的，你知道吗？这是捧我的，这喜欢你啊，喜欢我是你忠实，名气大呀，没什么名气了，名气大呀，您别这么说了，说两句话，我就不明白了，怎么了？为什么捧哏的演员啊，在台上你就跟逗哏的，他们要平分秋色？为什么逗哏的他汤汤汤汤这么多话，捧哏的没有什么话，但是大伙能记住他们？我们卖多少力气，逗哏在场，那大巴巴，你说这么半天，我说多少句，他说多少句，但都捧哏的一般就这么几句话。在台上啊，是哦，嗨，跟毛片配音一样，没听说过。你把这词儿扒下来，你看看跟苍井空说的有什么区别？没有那个，而苍井空还有卡哇伊呢，那是结尾卡哇伊。哪有这个呀？就是这个，您这就是瞎联系，就这么几句话，我们这是给您捧着呢，您这是捧着我吗？当然了，用你捧，用你捧，怎么说话？你这戳一个京巴，我一样说。哎，您戳这也不像话，但是你这顶多就算藏獒站起来了。哎，这哪有这个呀？知道吗？你这放一电线杆子，我们一样表演。不，您这叫忽视捧哏。你要来一钢管，大伙更喜欢，你知道吗？谁看你跳舞呢？我不跳，我师傅还不跳吗？哎，那我倒想看看。你少来这套！您别说呢，叫你干嘛用？老话您都忘了？老话说什么了？三分逗，七分捧。这话呀，我跟你说，打小这传的有误。啊？这话最早先说这话的就是一捧哏的。哎，您这都是误。三分逗，七分捧。对。现在大伙儿心明眼亮能看出来什么呀？在台上我们逗哏的占90%。哎呦，捧哏的占1%，还有9%呢。这扇子手绢话筒这不占吗？我还不如这木头竹子做的呢。当然了啊，人家这多少您这有电着会发声，你会干嘛呀？不是，我们这一句一句说话都给您捧着呢。我用你捧，你捧句句哪句话有用？哪句话都是引领着这个节目。我跟你说，你说相声，我跟你说，这算个奇迹。这都算奇迹。怎么算奇迹？当时我们两个一块学的相声。对呀、啊，来那个学校，我师傅是考官啊。啊，我师傅考官，好家伙，站着一看，哎，当时我师傅第一眼就瞄上他了。这就对了。你看这个头，我师傅回忆啊，这是不是我当年曾经犯下一个错误呢？哎哎哎！我说您等会儿，我一看我师傅眼泪都下来了，你知道吗？给他叫到旁边去了，你看把他收下了。您这别随便瞎说。不知道，你说后来开始学习，哎、说学逗唱四门功课都得练。哎呦，练习啊，基本功什么的。嗯，到后来一考试不行，他是不及格，嘴跟棉裤似的。哪有这？真的，好家伙，你这怎么办呢？给他撵走不行，让他干嘛？当会计不识数，真的坐台又是男的。对对，你说还有重口味的烧锅炉吧，又是又怕偷煤吃、哎、我吃那干嘛呀？没办法了，说留下来吧，留下来当一个捧哏的啊，当一捧哏的。那时候我们开始就分队了，哦，德云社有四个队，对对对，分队。然后我们这队是逗哏的站一面，捧哏的站一面，分两列，逗哏的挑捧哏的、嗯、一个一个挑，一个一个挑，挑挑挑挑都挑没了，就剩下一个捧哏的，就是他，就我了。逗哏的还剩我，你剩下我，还有那个我们这个就是刚才在这那个唱五坠的那个刘鹤春，哦，剩下我们两个怎么办？就这么一个捧哏的了，决斗，为我打起来了。我们两个决斗，您听，一对 PK， 好啊。到后来我得到了他，因为我输了。所以我是这残次品是吗？我当时我是很懊恼啊，你知道吗？没辙了，您这像话？我现在带着他上台来，我跟他嘱咐好几遍，我说把这几句词儿记住了啊，嗯，这是就这几句词儿，他从去年背到昨天，我这脑子也装不下什么了，记不住别的。谁呀？让他记词儿多了，那不行。谁说记词儿多不行啊？我也逗过哏，你多的逗哏呢。咱学的时候，我从逗哏开始。你别闹了，你就算冷笑话。我就那么悲催吗？你还逗哏？你什么时候逗哏？怎么没逗过？什么时候逗哏？就去年年底圣诞节的时候，还记着呢。有，真有这么一回。我没想到这事儿你还记得。我才俩月。不是，你是不是回家上课家谱上了？
我搁那儿干嘛？给后边儿孙们看。记住，孩子们，老爷子我当年还斗过。可真牛！你说这是老太监，这是？不是，是跟家现在我没演的这，有这么一回事。我连这演员年呢，我也不能冤枉人家。去年那个年底的时候，在延庆，嗯，那有个医药公司，嗯，搞一个联谊会。对，人家呢就是找那些患者呀、啊，都是前列腺患者，就是撒出尿来，然后那个医生呢在台上给他们发药讲解。这时候呢下去发药的时候，台上不能空着呀，找这么演员去那儿表演，给我们德云社打电话。好家伙，到我们这儿一听，不管吃不管住不管接不管送，给50块钱，还扣95%的税、那还能落什么呢？好家伙，我一心谁去呀、啊？没人去呀、啊。郎老师他接到这个消息了，好家伙呀，我出头之日到了。好家伙，赶紧给人打电话，给人打电话请人吃饭，就是上洗浴。后来听说潜规则，后来把他收下了。我这点儿也太背了。后来把到这接下来了。把这活应下来了，到台上刚说3分钟，台下那些前列患者撒出尿来，哗，都尿了。大夫都很纳闷，哎，怎么看到郎鹤炎就跟看着小便池一样啊？这个演员太利尿了，我车前子是吗？有这么一回？您这都瞎说。有，记着呢。您这叫看不上我，当然觉得我不能斗哏，斗不了哏。行，我告诉你，你今天你就斗不了哏。我怎么就斗不了？你就是编出花来，我也不相信你能斗哏。你就是骂出血来，我也不相信你能斗哏。你就喊出人黄来，我也不相信你能斗哏。今天你就学出龙叫回来，我也不相信你能斗哏。你可以说，但是我们不听，知道吗？那我跟你说，在这儿说话那叫本能，把大伙说乐了那叫本事。今天是2012年2月2日的第二天，在这个二的日子里，我跟你说，你在这个二的日子里怎么着？你要我家养的狗今天要逗哏，你说这还有王法吗？我非得给你打成企鹅，你信吗？什么意思？甭说那没用的啊！今儿咱这场我就呛到这儿了，我今天就得斗一回哏。谁看呢？各位有看着没有？你们再沉浸3秒钟，他就很尴尬。你甭管那个，我就得斗一回，非要斗一回，必须斗。怎么？你今天打完鸡血来的？甭说那没用，非要斗一回。哎，我真不知道，行行，你能不能缓一会儿？我缓什么？我斗哏。这斗哏斗哏，我不知道他斗哏哈。各位，他斗哏怎么？我简单，我给你托付两句行吗？这还差不多。我不知道你们各位还有看这个，真的。他一说斗哏，大伙儿好。我说，你说你们起哄，你说楼上的起哄行，你们楼下也跟着起哄呢。真的，他的说3分钟，哗，都尿了，剧场都淹了。楼上的人没事，人坐2楼啊。楼底下，你们这学过潜水吗？啊，甭管啊！我跟你说，都没了磕膝盖，你还有小孩，你到时候你站桌子上，你知道吗？会游啊，你会游泳，那多骚气啊！是不是？你对不对？我没那么大尿性啊！我跟你说，你们这不担心吗？这剧场还有电台连了电，多危险呐、啊！反正我今天也劝你们，你们不听，这要知他都跟今天晚上就赠票了。真的赠票，一人再给您配个足疗、啊、跟着是哪知道他逗哏呢，反正他逗哏了也是大过年的，我要真之后不让他逗呢，他当场就能死着，真的。所以说各位，我也麻烦您了，都是疼儿疼女的人，对不对？他逗哏一会儿可乐也别乐。好，我代表他家大人谢谢您各位。托完了。你损不损呢？这是托付吗？怎么的？甭废话，看能耐。来啊，快来，不得从上掌门冲啊？从上掌门开始，开始了，从头开始。来，好，来，大爷主啊，有啊，咱俩，你是招商忘返，这也太低了。今天呢，
我给您说这段相声。这个相声讲究四门功课，哎，说学逗唱。是，这个说就不容易，是吧？要求演员这个嘴皮子得干净利索。怎么呢？有这么一句话，啊、说花200买一小猪，滋滋喝水，嘎巴嘎巴吃豆，尖墙都扔出去，咋的一声？您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死了，你活动活动。干嘛？该你吗？怎么了？我逗哏。这个词儿怎么到我嘴里这么顺呢？我倒跟我多说话，你少说，知道吗？听你的，你干脆别说话了，习惯了。听您的，来来来，您来。今天呢，我给您说这段相声。相声讲究四门功课：说学逗唱。这个相声有一个人表演的，是单口相声。两个人的叫对口相声。别嗑了，嗑瓜子儿，你要死是怎么着啊？我是跟你维持秩序呢。我用你维持啊？一会儿茶碗就拽上来了，知道吗？哪就是我这说，人家刚才举个相机，这马上就投上来了。我拦了半天，我紧着使眼神，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等我下去你再扔。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。不让你说话，你也不能搅和呀！我这搅和您了，你可不搅和吗？你看，你不让我说话，他还搅和您。我该说话，你得递话，知道吗？我还给你递话。当然了，听您的就得了。有来也有去，行，听您的。今天呢？哎，您看这个不错，这个笑，我弄死你，你信吗？为何？您这句句在腮帮子上着呢。这怎么着都不对了，您这叫搅和，这还叫搅和，这叫没艺德，知道吗？有没有艺德？跟你说，啊、你这叫耍什么呀？我们打小学的基本功都有，知道吗？我也学基本功了，报菜名、地理图、八大名，汤汤汤汤，好几百道菜，这你行吗？贯口活法了，这你也会？菜单了吗？你来啊，咱来一回，来一回，就报菜名，听听。来，我请您吃饭，不去。您不去，怎么着？你得去，我就不去呀、啊，就不去。那我这怎么接着说呀？按您这说的，当然接着我这走了。呵，你看这多事儿多多啊！真是，听您的，我请您吃饭，我去。你跑这骂衔接来了？我不说了吗？我去。怎么了这是？那您这这态度语气得委婉、哦、委婉一点说。对，听您的不行吗？哎，我请您吃饭。哎呦我去，这还不够委婉吗？那这我勒个去，你选一个。我选一个，我要有刀我早弄死你了、嗯，你说你懂这么暴力，这多都没有，知道？那我说什么呀？您就正常了，您就说我去就完了。我去，对，我去，去你妹啊！啊，我去你那儿，我请您吃。我去，南北大菜，满汉全席。哎，兄弟，您甭说请我吃南北大菜，满汉全席了，您就把这个菜名说这个三样五样，我就知道您请客这情了。就对了，头一道我请您吃蒸羊羔。这就吃不了了，我知道你呀没钱。回来，回来，给我站着！回来，过来。站好了，你再动一下试试。干嘛呀？你再动一下我就死这。我跟你说，我来到这个世上就没打算活着回去。你天生就是个冤家，你知道吗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有话说。你这叫搅和，这叫怎么搅和了？你这叫抢戏，这还叫抢戏？你就没有艺德？什么叫有艺德呀？我背完了吗？你就说了，你少来这一套啊！说相声，你上这背词来了？那怎么着啊？背词大，买两本大那个相声大全都会了。你说怎么着？一言一句的，子母的，现场来的，凭人的，行吗？来呀，这也可以啊，没问题，少来呀！别那么亢奋，你吃了聚能丸了，你这，你才是电狗呢。
辛苦您了。辛苦辛苦不累。昨天我到您家了。到家到家不累。啪啪啪一打门呢。打门打门不累。打里边出来一人。出人出人不累。我一看还不是外人。你家没外国人。是你媳妇儿，我大嫂子。嫂子嫂子不累。一打听说你没在家。没在家没在家不累。我就走了。走吧。我就走了。再见。我走了。一路走好。我也送送你得了。干嘛呀这是？干嘛呢您这是？怎么了？要死的这个样子。这叫要死啊？爱搭不理。怎么能不都这样？我怎么能给大家说乐了这样？这是你能耐有问题啊。对了。什么意思？能耐不行。怎么不行了？要是我大伙就得乐。不可能。怎么着？不能够。不信什么？对，过来，快！看我的，我也泼我两句，你随便。各位，到我了。啊，刚才咱们集体的力量是大的，就是集体把这小子气死，就算成功。真的，各位，一会儿我说了，到我说了啊。您甭管认不认识我，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是朋友。真的，您要是我觉得我说的可乐或者不可乐，只要您鼓掌，只要您乐，咱一会儿出去洗澡去，洗浴去，真的，我请您吃饭。嗯，我跟你说，主要是为了弄死他。完了，咱们这齐心协力，就算成功。我给你怎么托付？你是这么给我托付的？行，咱开始吧。来，来，辛苦您的。辛苦辛苦吧。哎，看咱这身上跟你就不一样。啊，这有关系吗？这精神头。昨晚我到您家了。到家到家不？啪啪啪一打门呐。打门不累。打里边出一人。出了人不累。我一看不是外人。我们家没外国人。你媳妇我大嫂子。大嫂子不累。问你说你没在家。没在家不累。我就走了。走吧。拐了弯了。拐弯进了胡同。嗯。进了胡瞧你爸爸。瞧。你爸爸长得跟陈冠希似的。你死不死？怎么了？你就说这个，大伙儿能不乐？人家乐了，换了我，大家一样乐。不能，咱换过来。看你就不乐，来来啊，过去。辛苦您呢，辛苦辛苦不累。昨天我到您家了，到家到家不累。啪啪啪一打门，打门打门不累。打里边出来一人，打出人出人不累。我一看还不是外人，我们家没外国人。你媳妇我大嫂，嫂嫂不累。一打听你没在家，没在家没在家不累。我就走了，走走吧。我出门了，出门出门不累。拐弯了，拐弯上胡同了，看见你爸爸了，不能。我爸爸死了。你爸爸死了。嗯。其实我爸爸也死了，我爸说了我。脑子。干嘛？再来再来。来。辛苦您了，辛苦辛苦不了。我要到您家了，到家不了。啪一打门呐，打门不了，打里边出一人，多少人不？我现在不是外人，多少人？你媳妇大嫂，大嫂子。你说你们在家，在家不了，我就走了，走吧，拐了弯的，拐弯。上了大街了，胡同了，瞧你爸爸什么事啊？差点滑过去啊！我爸爸也死了。不，你爸爸死你怎么这么高兴啊？哦，你给弄死的？你甭管这个，我爸爸噎死了。你爸噎死的？噎死了像话吗？噎死了，死了，死了。对，你接着说，你爸爸死了，死了。呵，有话没有？没话。死了。对，啊对。我不是看见的，不是那个爸爸。哪个爸爸呀？就那个，没那个，就一个爸爸。就一个爸爸。对，啊对，我不是上礼拜碰见的。什么时候？三个月前。啊，您三个月前看见？三个月前碰见。我爸爸死八年了。啊？死八年了。八年？对，八年。你甭管怎么死的，八年了。八年了。对。八年半。哦，对，我碰见是那个你大爷。没有。你想你大爷。没有。完了你大爷。你大爷骂街呢。想是你大爷。我爸爸没哥哥。你舅舅。我妈娘家没人。你叔。我爸没兄弟。你舅妈。娘家没人，还有舅妈呢。你老姑。
没有姑父，没有姨，老姑都没有，哪有姑父？姨母、娘家没人。大嫂，嫂那个没有。大姐夫，姐没有。这是干老，不认干亲。干曾祖，这没有。干街坊，这街坊还有认干的呢。行了行了，我跟您说吧。干房子，哎对，咱别干房子了。就为了跟您老师说这段相声，我们家所有的亲戚朋友、外带邻居全死绝了。昨儿养了一麻雀，还让我给饿死了。你这么卑鄙吗？没有了，都没有了，都没有了。不能不能，你回去再找找。没有，回你家冰箱里边发吧。人有搁冰箱里，冰箱银行里存着呢吗？存款都烧了，马桶里边。那把你冲下去了。你找有没有？所以你找一个没有，找一个我全死了，都死了，都死了，问下去没有？没有，那我还怎么还说？你能啊？不，我能也不能说谁没有啊？你不能说吗？我说谁没有怎么说呀？呵，你瞧，最起码我说一个，你得说有啊。您这叫矫情，节目才能继续，这叫有艺德呀。啊，正好我没艺德。对呀、啊，您说谁，我还得说有。你当然，你得见你这段说个有，我才能往下说。行行行，那您说。哎，我碰见你兄弟了，啊，有，哎，有啊，有啊，你去你的吧，哎，别动，别动，这是我的词儿，您知道吗？啊，结尾去你，没完的，您别光碰见我兄弟了啊，您得说出来，我兄弟长什么模样，穿什么衣服，多高的身量，多大岁数，您都得说出来。碰见了还用说吗？那当然了，那就说呗。那我先问问你，你说呀、啊，我兄弟长什么模样？你兄弟长得那个圆脸的脸蛋，圆脸，抻长了，抻长了、那个脸那个圆三角，三角的，对，瓜子脸，瓜子倒长的，到底什么脸啊？不是那个他那个圆脸，有点鸭蛋啊，鸭蛋大眼睛，大眼睛，这有一美瞳，美瞳，没这边有一个不锈钢的那个什么眼珠。你说那终极者那是？那个鼻子蒜头都蒜头，不是那后有一痦子，有痦点掉了，点了就是小白眼，小白眼，两耳朵大圆宝子，那个到底皮肤白，不是板砖黄的感觉，黄的不是粘痰绿，这是人啥？痔疮紫，不是那个都改上面了，这个马桶白，到底什么？他那个他头发是耳朵挺长的，梳长头发，梳个19分，19分要吗？那个他那个后什么后脑勺。后脑勺，对，瞧一后脑勺，没看剩点。我兄弟穿的什么？穿那一个大褂，大褂是那改的那个比基尼。哎、男的穿比基尼啊？不是，穿一这貂皮地裤衩。哎，那捂不捂的慌啊？后来超下面有裤子，有裤子，废话，有黑丝，黑丝、哎、还穿黑丝呢？渔网袜的，不一分裤，一分裤穿哪儿了？啊、不是拖鞋，拖鞋冷不冷啊？铁的能穿吗？铁的那个长到他后面后背啊，有纹了一个比卡丘，啊、那个太卡哇伊了。前面他那个他因为到底什么光着呢？光着呢？你在哪儿看见？澡堂子。澡堂子碰见呢。我兄弟多高？你说3米3，三米三，站那个桌子上，没说站桌子，1米4，啊、蹲着拉屎呢、哎。站起来多高？站着他没站着，他那个他怎么趴着呢？趴着呢？干嘛呢？趴着搓澡呢？啊，搓澡。对了，我兄弟多大？蹲着66，66。那个旁边老头，没问老头，这25，给他搓澡的大姐，男的洗澡，女的没搓，不是那个墙上画那个搓澡的大姐。我没问那画，他兄弟多大？你兄弟29，18三加七25，减4等于21，21减9等于3。行了，23得6，行了，63，你别瞎说。我有一兄弟，可是你碰不上，不能有就能碰见，不能够，怎么呢？算上今天刚3月，我说你亲兄弟，一母所生，一奶同胞，没错，那就不对了啊！你爸都死8年了，他哪来的？这可祸害！